Hello， 大家好 ，Real One Days， 熊猪暴力激战 ，Dokkan Battle。好，这一次要来抽卡 ，Weekend Gacha， 周末卡机。这个卡机在上个星期其实已经推出了的，然后我个人是为了多存一些券，所以拖到了这个星期才来抽。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的 pick up 好了，有两张新卡 ，Super Saiyan 3 Vegeta， 还有就是 Super Saiyan 3 Vegeta GT。其实两个的模组来说，其实感觉差不远，然后就技能被动来说，其实也是差不远，同样都是 Attack 和 Defense 70% up。然后这一个一般的 Vegeta 来说，就是 Gato。防御成功后就 40% 伤害减轻，另一只的就是被攻击到的五腾 No My， 就是五腾之间攻击力 60% up。 其实整体来说这两只都属性都蛮不错的，相信如果他有机会都看的话，觉醒会应该会变得蛮强的。然后他的必杀技其实也是蛮不错的，六 turn attack 上升，六 turn attack 上升来说，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好了。不过这一个的话，六 turn defense 上升其实蛮不错的。看那个超二的速鼠超二 Vegeta 也是一样，觉醒之极限在觉醒之后给到六 turn 的 attack 和 defense 上升。叠防其实叠到蛮高，虽然它的本身被动也是不断的叠防了，可是就这样比较来说的话，其实就很不错了。只期望它未来这些卡会都看呢，绝对会蛮不错的。我看看一下其他的隶属 GT 超三贝吉达，这一只技术的悟空。这个是辅助超常悟空，这个的话还不错，攻击 attack 的 defense 90% up， 整体来说还算不错了。超常那边可以拿来打一打那个超常的战斗路，至于后面的也没有什么了。然后这个卡机里主要就是还有 L out 可以抽，这就是主要的目标了。然后这一次还有这个传说降临卡机新推出的。这个悟空虽然讲属性不是非常的亮眼，可是真的是帅到没有话说，超赛完全就是跟着剧场版的剧情来推进，慢慢的都看上去。这个的话要看他的整体的那个卡面超帅，很香啊，这张真的是很香，很想要抽啊。不过还是先来抽这个先，如果这边没有抽到 L out 的话，我应该会抽个十抽吧，看看能不能撞大运撞到。好吧，那么就先来抽这个周末的卡机好了，现在有20张，所以就是五抽单抽，然后五抽连抽，就是用这样的节奏来抽。OK， 就直接来吧。先来单抽，干下的，走。17号，应该是没什么特别的。拿起婆婆闪电，好，第二发，两个小小子的。这20抽里面啊，有2张 SSR 就可以偷笑了，我觉得以这种免费的抽卡券来说。基本上是很难中啊，为什么？
メハメ。あ、啊，小悟空，这个没啥用。好，继续第四发。哦 ，OK， 还BB单人飞。又是他，这样就是没有东西的节奏哦。Forestop 突击形态，连拿来神技都不能。OK， 第五单抽，能不能来呢？哎呀，这两个的话，一看就知道没好东西了。能不能换一换呢、啊？听到有点险的这个卡米哈米哈。哦，亚巴里，被击打 ，S R 又是你 S R。OK， 好，这次来五连抽 ，Go。哇，这一轮至少给个 S S R 吧。OK， 这么多人。哦，可以的，歪的。有了，有了，应该是有了。超三，好，这样就是有了，证明至少有一张 SSR。马金布，纯粹二。OK， 哦哦，新的啊，这是 GT 啊，非常好，这只我喜欢。第三形态，第二形态，哈哈，也忙了。克里林桑，阿特啊，马达克里林桑，好好好好好 ，good， 非常棒。那么在接下来又轮回单抽啦，你个下流。杨家，你出来干嘛呢？不然就是兄弟两人，应该是有点东西的。Get， 哦 ，Doctor Get，OK OK， 拿去卖婆婆商店，接下去，接下去。嗯，这组合应该没什么东西，应该也就是跟 SR 还超一罢了。Thanks， 没用。OK。跟天津饭也是没有组合。哎，这样的话至少一个 S R， 胶纸，这张就没什么用。如果是紫薯的，还能拿去那个天下第五刀会可以用一用。全体阴线，哦，飞机大。合体吗？啊，没有。天使爸爸，贝里莎的爸爸，没有用。OK， 单抽最后一发，来个 SSR 吧，每次单抽都不中。没中过 SSR 也单抽，啊，又是没有了。人造人间十七号未来 ，OK， 然后就再来个最后的五连发，直接过了。
ベジタール。アメアメ。啊，没有变超赛，就是没有了。看来这个应该是挂了，这个五连抽应该是挂了。立刻么？僵尸。那里。穿个死，最后一张有没有？啊，菲利莎，没用啊，真是没用。OK， 好。嗯，这二十抽竟然没有抽中，没有抽中 L 奥的话，算是把飞气给洗一洗了吧。然后竟然洗完了，就来试试看这个传说降临十连一发就好了。原本是想说要把所有的石留到十二月圣诞节的，因为圣诞节有那个圣龙祭 ，L 奥双倍出力啊。不过。只好太香的关系，不过这个他的 pick up 里面其实蛮坑的，除了这一只红神悟空 L2 红神悟空之外，哇，其他都没有什么用处哎。提的这个解王前悟空，隶属的红神悟空，宿属的红神悟空，直属的红神悟空，这张我是一张都没有。这张还算不错，如果之后有出剧场版 BOSS 的关卡的那种超长关，它绝对是主力之一啊！我相信，其实七八仙的减伤，然后这个维吉达红神，也是紫属的，如果是隶属的还不错啊，也是有隶属的。啊，这个 Bilsvis 这一只除了转珠没有其他用处了啊！这只我就想要，完全抽不到 Glass。这只的话已经拆新了，都还不舍得开放它的这个 no 看。接下来就是 SL 的卡不需要看了。好，这是变身红神的所有成员我都放上去了，希望他们能带来一丝的好运。 OK， 就一个十连抽好了。ガッシャル、行け。能不能欧一回呢？啊，看这组合就知道是去了去了。喂，彩子，これで終わりだ。有机会，可能会出点货。超三，来多一个，哦、红神啊哥，至少有三张 ASL 保底了，至少这一波是赚了的，肯定赚。不管是来什么 SSR 都是赚的啦，是了嘞。第五张 OK 哦 ，L out Broly， 可以，开路，哇，这真的是洗掉飞气，哇，好久没中 L out 了，好爽哦，哈哈哈。Piccolo 三啊，哦，这个最近刚刚极限这个 Piccolo 三，可以。还可以开路，最后一只，还有啊，这才是最后一只啊！这次提出了坦克斯 ，OK， 非常好，谢谢，感谢班代大，好，这一次来看一下我的所有的抽卡结果一下。SSR 跟陆守顺，嗯，总共抽到四张 SSR， 那个周末卡机贡献了一张，然后接下来的三张是传说降临卡机，一张 LR 卡，哇，太棒了！好，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またねー。